Thank you.
志当存高远，路自脚下行。青山磊落，欲将心事。不求功成名就，只愿平安顺意。须知少时，世事一场大。须知少时，凌云志，永许人间第一流。还望君上好好休养，切莫再劳神。孤忽然想起了当年和林渊、云芝在一起的日子。昔年云芝有三问问孤，今日孤也要问你三问，将你心中的答案告诉孤。孤问你，何为君？坐拥天下，忠于天下，心怀苍生者，是为君。何为臣？手中棋子，心中戒尺，正身明镜，是为臣。何为民？是大气的血肉，是国家之本。前来，君上。你方才阻止的及时，心中可有猜测？下官不敢妄言是何人所为，但是下官知道这件事不会有结果。因为弓箭手敢射出这一箭，嫁祸三公子，便代表已放弃了生的可能。继续说。若定要做推测，下官认为指使之人今晚不在现场。指使者命人在当时射杀袁楚，只怕是担心袁楚牵扯出什么。而此人能与袁楚的图谋有关系，想来是有手段有地位的人，且笃定袁楚不在后，自己能全然置身事外。可见此人在明面上与袁楚牵连不深，甚至还与三公子有利益冲突。细数当时在场者，似乎没有符合的人。你所言不无道理。当今朝中之人心思各异，就连孤也难以确定。多年以来，孤自问无愧大齐，却未能阻止祸起萧墙。今日之局面是孤不愿看到的，所幸在有限的时间里，孤尽力完成了所能完成的一切。老三，你好好听着，如今的大齐存有不少弊端，若要走向新的局面，需要一个人来打破僵局。孤于不久后将君位传你。君上，您还在盛年，如今说这个为时尚早。孤很清楚自己的身子，以无神无力支撑这副身躯。今日孤对你
说的话先不要外传，以免生出乱子。还有，望你记住今日打鼓的三问，若有一日他忘记了今日所言，你要记得去提醒他，如同你的老师那般曾点醒过我。是。君上，儿臣斗胆也有疑问，您方才是否有怀疑过是我要杀二哥？孤乏了，都下去吧。或许在君上眼中，我依然只是一把属于大齐的利刃，而非他忠义的儿子。可是您看，天终究是亮了。孤只是试探了灵液，他便坐不住了，落得如此糊涂呀。君上，本想借机调出暗流里的人，但还有人藏得很深。为父却以为君，局势如此，是最合适的安排。老了，老了，云芝、林渊，昔日梅林里我们的期望，只能交托于他们了。功成不必在我们。水月，大人回来了。你们不会在这里等了一夜吧？我们放心不下大人，却也不敢去三公子府打听。大人，事情解决了吗？不过今夜这一关算是过去了吧。
那名弓箭手担下重罪，判决已下，并无吐露其他。与你所料一致，我会回禀君上，此事不会就此了结。来日，我定救出背后之人。现下还有一事，此次禁军出了乱子，封庭请赐统领一职，你如何看？当务之急是清查禁军内部，替换要职人员。至于封统领，他一向刚正，且熟悉禁军要务布防，现下并无替代人选。封统领此番虽然大意，但原楚一派深入朝堂，他确实难以提防。三公子不妨手下留情，给封统领其他处罚，此举或能促使封统领更加忠诚，对您日后树立根基有所裨益。言之有理，禁军内部人员的替换，我已与紫辰阁的大臣们商议定下，由你交去吏部吧。是，下官这就去。是禁军内部人员替换的名单，吏部会尽快着手办理。没想到离京这段时日出了这么多事，二哥离世，君上也许久不曾上朝，乾元殿封闭，我忧心君上龙体。七公子仁厚，君上天命之人，又有杏林管院判在，定无大碍。长史所言甚是，是我多虑了。七公子是关心则乱。天顺时，君上诏曰：孤在位30年有余，实赖天地宗社之莫佑。昔年见大起之势，御四海，战天下，丹心竭力，终得天下安乐，孤之福亦云厚矣。而今孤已年迈，当归正退贤，传位于三公子穆林臣。三公子穆林臣人品贵重，身效孤功，必能克成大统，着继孤登基，即君位。还望诸卿尽心辅佐，延续我大齐盛世。本以为以三公子为主已是这一局最差的结果，岂料竟是禅位。三公子应早就知道君上欲禅位于他，今日在朝他毫无意外之色。可惜我们的消息迟了，如今回天无力。看我也是无用，你也知道我那位老搭档的性子，最是嘴严。君上早年事有旧疾，
但应能再撑个几年。想来是袁楚之事令其急火攻心，牵动旧疾，积重难返。还是庆幸当日及时除掉了袁楚，也让那个办事的闭上了嘴，否则后患无穷。处处被动，何谈庆幸？你的那点手段若肯用在老搭档身上。哎，与他无关，不过那个女官确实有点本事。先生以为如何？他破了先生的机关，查了宋家的案子，还坏了那件一石二鸟的计划。他是我的，留给我便是。至于穆灵叶，虽自作主张打乱了您布下的局，但穆灵臣在朝树敌颇多，有寒门声望，却根基不深。支持嫡长的老臣未必认同他，开国功臣没有了君上的镇压也不会服他，他们都必然成为穆灵臣的阻力。况且当初敬才人一事您获利不少，这些年暗中也筹谋了许多。来日方长，会很有趣，不是吗？先生所言极是，高处不胜寒，这位子他能坐，不代表他能坐得稳。